那边都准备好了吗？都准备好了，刘铁儿和李宏伟都不在。那动手吧，动静院的人员。喂，我看见您在正义院门口下车。好，我现在过来。那个医生啊，哎呦，这么巧啊！你来做什么？身体有点不舒服，有个朋友呢推荐我来找一个叫做关医生。啊，麻烦你先出去等一下好吗？请问您是郭局长是吧？哎，你认识一下。哎，一直啊，我想来拜访您。先控制好局面，我马上就到。莽森的工地被强拆了，伤了十几个工人。